图和平精英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巴。那我今天有发现热巴其实有画一个很小巧思的一个妆容，这边有个闪电，对，嗯，希望大家能够闪电般的进击，闪电般的进击。对，那其实跟我们光子工作室的那个 logo 也是一样的。哇，对，我知道啊，哎，可以，同桌两个衣服在我这里，我们这样一个头一个身体，在刚开局你们就已经完成了一套，你太棒了吧 ？Hello， 不、哦。哎，就是我选的那个盐团子，所以我在帮你打他，是吧？哎，我们喊他们跳一个地方。我们怎么都是白色衣服，我们没有衣服，我们只能扒他的衣服。光光的。哎，这是你的浪漫波比。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，就这么把衣服各位特种兵，哎，真的可以吗？我穿了，早知道啊，哎，可以。同桌两件衣服在我这里，我已经有一套，糟糕了，有一套了。